Hi.哈哈哈哈。为什么我现在来了这里，开这个直播？因为我刚刚彩排完，回到酒店吃了个夜宵，太兴奋了。第一是因为我刚刚彩排呢，所以我没吃晚餐，所以我必须现在吃东西。第二就是我彩排完真的觉得好想快点到明天，所以我现在有点情绪高涨，我睡不着。其实我本来吃完夜宵也是不可能那么早睡的，所以就上来跟你们讲讲话。有没有人知道我明天会在咪咕有个表演？大家呢？昨天如果有看到我的微博的话，我就说了，我说我把一只野兽带来。昨天那一只是一只老虎，今天我还是带来了野兽。你看我穿着什么？是一只熊，也是这个表情的，哈哈哈哈。因为我明天的歌就是一只野兽。其实我明天要唱的歌不多，可是呢，是有一些你们没听过的元素在里面的。啊，不是，你们应该有看过我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讲了。就是有，肯定有一些你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在这个表演里面会发生，所以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。反正我现在就是兴奋到一个睡不着的程度。至于我其实很想要，就是回你们的留言，可是你们真的刷屏刷得太快，我隐约看到有人问我你开心吗？我开心到不得了，我想要赶快到明天。然后还有其他人说什么？看一下，你们能不能慢一点点？晚上你们怎么不说？我回来夜宵吃了个沙拉，吃了三片，是三片的吐司，太多了。可是没关系，因为我的表演需要用我的一些体力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其实我12月非常的忙，除了有明天的表演以外呢，还有明年的巡演，我们快要拍海报，还有那个 teaser 预告片。然后同时，我还要去拍一个新歌的 MV。那个新歌呢，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，是我自己写的词曲。所以我觉得还蛮兴奋的。我第一次为一部电影词曲创作歌曲主题曲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。然后那首歌跟我平时的歌，比起来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大家到时候听一下吧。我们下个礼拜就要拍 MV 了。然后呢，很多人就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纪录片呢，12月底就开始做宣传了。哈哈哈哈，什么时候会上呢？快要公布了。总之，大家会在接下来的12月看到很多新的东西。然后，我现在肚子有一点点痛，可能是因为刚刚吃饱，我的肠在
动，所以我可能快要去上厕所了。嗯，我还是没有办法看到你们任何一个人的留言，因为你们真的刷得太快了。有人说好卡，卡了。笑声好魔性，纪录片快来呀！快了快了，还是喜欢听泡沫。泡沫，全都是泡沫。明年巡演会不会唱？明年巡演会不会唱那个来自天堂的魔鬼？我当然尽力的在争取，因为其实我好喜欢这首歌。指甲颜色是有改变的，这样你也看到了。要不要快去睡觉？其实差不多，我觉得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是差不多。有可能晚一点点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其实我的这个房间有部钢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经常我都会在我的酒店里面，就是。放个钢琴，这样我可以随时的弹。我现在尝试在前面放两个杯子，希望可以。哎呀，看看可不可以把这个手机固定住。固定不了啊，这样。很好。没声音，怎么没声音？我知道啦，因为我下午做头发的时候，他把我的那个插座拔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大家不要以为我走了，我只是，为什么插不进去？好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，忘了，我刚刚冲了一杯茶，还没喝。你们有想听的歌吗？我可以弹给你们听。弹的，因为我没有想到要弹什么歌，你们说嘛，我没主意，
乱弹的，所以唱不下去。不好意思，我经常在家里都是这样的。我们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头绪，我又不能弹明天要弹的歌，对不对？哎，透露了，明天要弹钢琴，对，明天要弹钢琴，没关系。你们猜一下我明天要弹什么歌吧。那我唱一些明天不弹的。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，陪你我最初心里爱自由，我却更爱你。我能习惯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寻找爱，能遥远爱着你，还能克服远距离，永远我觉得刚刚我跳戏了，因为我唱到最后一句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，可是他唱出来好像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，好像是我正在开会然后跟你说请不要离开我的会议。跳戏。我现在手机有一点点那个没电，我要去找个充电，你等我一下。没有哎，怎么办？如果他自己关了，那就不关我的事。我现在只剩17%的电，会不会在我的书包里呢？啊，有，太好了。我们来充一下电嘛。可是我告诉你啊，充电呢镜头会斜啊，我可能要放两个杯 在这里，这样就不会斜了。等一下 sorry。 好，哇，太完美了。如果我镜头转一下给大家看的话，你们就会看到其实现在是长什么样子，怎么转镜头的，其实是这样。我现在正在用两个杯加一个电源把它叠住，对，嘿嘿，转回来。Say something, I'm giving up on you. 那首歌怎么弹呢？
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断了，可能是我刚刚插了那个充电，我忘记按开了，所以我插住了充电，可是它没有充。我把你们慢慢挡回来，你们刚刚有好几万多人，你们现在才三千多，哎，怎么一下子变成六万了？不好意思，你们如果有一些朋友在还在以为为什么我没来了，是因为我。真的，大家原谅我，我脑袋一片空白，完全不知道歌词。唱个别的。什么歌手啊，自己的歌都不记一下歌词，丢脸丢脸。唱个粤语歌好啊。